在直播中模仿鞠婧祎打碟。兰姐会啊，冲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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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日日。还用牛仔裤改做了一个牛仔包，把绿茶装进去了。然后时尚吗？好不好？好棒棒，裤子啊、就这牛仔包，你看，咱得学会啊，又时尚又勤俭持家。上了屋顶，用眼线笔在手指上画了戒指片，说过日子嘛，就要学会精打细算。现在特流行这样戴戒指，知道吗？买一支眼线笔可以画500个啊，把你身边的朋友、闺蜜什么的啊，都给他画了。